您早，我是瓜西西，他是孙措措。瓜西西和孙措措去哪里？骑飞机啊，坐飞机。看这个衣服哈、啊，对，你看漂不漂亮？这个是专门买的情侣装啊，便宜的，对，又便宜的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350啊，对，对对对，然后要回家了哈，所以说穿得干净好看一点，对对对，好看回家，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然后昨天晚上基本上一整晚没睡哈，对，3-4点钟我可能才睡哈，然后现在是7点过，我们6点钟的闹钟，6点，然后一个小时基本上弄完了，然后说实话我觉得好突然，嗯，对，我都没想到会这么突然就回国了哈，可能在国外待的时间太长了，总觉得这种事情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。对，没想到就在今天。今天？对，这个是今天。现在快去退房。走，1、2、3。哇，很久没有走。啊，对。对。哇，哎，好的。我感觉我也瘦了，我很久没有健身了。嗯，对。然后我准备在隔离的7天，对，一个突击健身哈。我也是。瘦了。我也是。对。哦，好帅哟、哦，老哥。Let's go。我觉得做的都有感情了。马亚也是真的很快，真的快呀、啊！我记得我们上次一个月之前订的机票的时候，哇，一个多月，对对对对，突然就要走，听懂了，听懂了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哪里？到了飞机场，对，现在到了曼谷的飞机场了。对，我觉得现在这个疫情弄得就跟一层一层闯关一样哈。对，说得好。现在我们要闯的关就是先拿票，票 ，ticket、啊。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好，好，走吧。对，然后今天我们可以用这个。这个没有钱吗？我觉得应该不要钱。那我怎么做呢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喜欢吗？喜欢。那就用这个。我试一试。你试一试。第一个试一试。你来。来。今天不重。不重。对。加油。谢谢。减肥。减肥。很高兴，我这个坐的飞机场啊，对，我跟你哈，你跟我非常的好，好，很聪明，对，这次我跟着你走哈，一点吧，去哪个号？去 N， 对，前面哈，对，那个去。这个，这个对了，你看到了菲律宾？看到了。玛利亚眼睛好。谢谢。我看到 mine。哦。对对，还没有很多人哈哦，今天方便。因为现在相当 early。啊，对。我们在这里很快。对。谢谢老公，很聪明。对不对？对。对。我做事喜欢赶早，我不喜欢赶晚。不用说。还是，玛利亚还需要锻炼哈，又看错了。然后现在我们还在这里等哈，现在值机柜台还没有开放。对。然后我是宁愿等，我都不愿意赶时间哈。对。然后现在看看我们准备了什么东西哈，48小时之内核酸，然后中国香港的酒店订单哈，那个要隔离酒店7晚的。对。然后打了3针的疫苗，还买了一张可以退的，对，离开中国香港的机票哈，在第7天。7天，对，这个主要是针对我。他说中文，对，他说安全第一。啊，对，对不对？听懂了哈。听懂了，好的，中文现在是 international language， 对不对？说得好。当，搞定了哈，搞定了。搞定，基本上稳了。对，
然后行李是直达中国香港，对，不用出菲律宾机场，不用取行李，不用入境菲律宾，对，非常非常好，非常非常好。但是只有一个哈，有一个遗憾，什么遗憾？对，不高兴。什么？你第一个飞机，玛利亚和王文不是一样的啊？对，没有坐到一起啊。对，第一趟飞机没有坐到一起，但是我们回国的飞机是坐一起。对，高兴的。不高兴的。基本上稳。我们又到了这个机场。对，之前是从吉隆坡，然后飞老挝的时候，在这个机场转机。对，说的对。然后现在找到一家麦当劳哈，实在是饿得顶不住了，一共是444泰铢两个套餐哈。吃，争气。哇，这么大的可乐啊！高兴。这么大的薯条啊！买错了是不是？高兴，要没有忙动的。对，像玛利亚他们第一次出国，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吃麦当劳。对，然后星巴克。哦，还有星巴克哈。对。今天是八号。对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在等菲律宾的飞机了。对。为什么我们依然选择去菲律宾转机等12个小时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我们坐8号的飞机的话，一切的事情都已经搞定了哈，比如说核酸检测，机票也就买了，对，基本上不会再出现未知的问题了。但是如果我们把菲律宾的机票退了，买9号的直飞去中国香港的话，对，就还要做次核酸检测，对，然后就会出现不稳定的因素哈。所以说这次我们就下定决心，贵就贵点，转机时间长就长点，我们就选择菲律宾转机。对，哒哒。拿着飞机，对，拉个走飞机。孙绰绰和关西西，不是孙绰绰骑摩托了呀？对，孙绰绰不得骑。哦、这个位置不好，又不靠窗，又在国道，还不在一起。可以。等会儿看一下，能不能换一下，或者有没有其他的空位？我觉得没有，我相信没有。看一下。这是我和玛利亚第一次分开坐飞机啊，真的很不习惯啊，真的很不习惯。不高兴。哒哒。正好旁边有一个。耶。正好旁边有两个座位是空的，我们坐过来。对，我们很高兴。现在高兴了。看老公很高兴。然后这个航班延误了。对。但是对我们来说影响不大，因为我们要在机场待12个小时。对。好。
降落了哈，现在是菲律宾时间5点是吧？菲律宾时间和中国大陆的时间应该是一样的，对对对。然后我们要在菲律宾这个机场度过一整个晚上，好，看一下今天晚上怎么过。对，就看一下。到了，耶！